瘦的孩子每天要吃2粒半的激素药，副作用比较大。同修就祈求菩萨点化，是给孩子彻底的断药，还是少吃几粒药？接着就梦到一位穿着红色制服的女士给孩子喂了一粒药，又把手心里的另外一粒药给扔了，请师父解梦。啊，这个就叫他一减量呀。哦，减量。好的。啊、这还不懂啊？哦，那他吃2粒半的激素药是减多少呢？2粒半的激素药，对，减一半喽，可以跟医、哦、跟医生去讲一讲呀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好吧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